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:2到5:3卡池确定，火神冰女定位曝光，第二期混池决赛安排来了，5:2到5:4卡池强度爆炸，火神加冰斧定位大反转，空降星五星火法来了，元神那塔已经是5:1上半希诺宁卡池了，千只也迎来了复刻，紧接着则是5:1下半卡池小草神纳西达，胡桃的复刻不得不说还是非常香的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5:2到5:4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5:2卡池的两位新角色已经官宣，就不多说了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就前段时间公布的最新消息来看，还是非常离谱的。抛开灵尼不说，水龙王纳维莱特和钟离下半复刻，这是要掏空钱包的节奏啊！再加上新五星角色恰斯卡的登场，5:2卡池的强度属实离谱。而说起后续5:3海灯节版本也是非常香的，其中就提到了火神马威卡和冰斧茜特拉利的登场，两位角色的定位说法也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火神，就现在网传的消息来看，火神是火后台，也可以作为速切战场，同时还有治疗的能力，但也有说是火雷神的。女冰斧据说目前的强度来看并不是太高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观望一波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至于后续的5: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哪些角色会登场，不过目前来看也就小萝莉伊安山还没登场，伊安山据说是雷长枪角色，同时还有一位叫做伊法的五星火法会空降，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首先要说的就是5:2到5:3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，5: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已经公布，分别是恰斯卡和欧洛伦，其中恰斯卡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大世界骑枪飞行简直不要太爽。5:2卡池复刻角色则是林尼纳维莱特钟离这三位，两大人全卡复刻还是非常香的。5:3卡池据说是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登场，而说起后续的5:3卡池对应的是海灯节版本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还会有第二期璃月混池的开启，就目前来看混池的角色大概率是77克勤甘与白竹达达利亚胡桃这几位，不过胡桃还是比较存疑的，同时海灯节也会有新皮肤登场，不过就目前来看位置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5:3卡池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的定位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火神大概率是个速切 C， 且拥有后台火不过版本太多，也有说大卡奇娜大迪西亚的，冰女是冰盾后台增益辅助，可以参考大莱伊拉，当然啊，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